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三回合嘅賽事，今日嘅辯題係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畢業後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對賽雙方為正方保留局董玉啟中方。正方主辯沈翔，正方一副胡樂偉，正方二副陸曉月同學，正方結辯黃子堅同學，反方主辯張文同學。邱思維同學，反方二副徐俊樂同學，反方結辯梁柏軒同學，我哋好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為今次嘅賽事評分，分別係匯資中學嘅李正權老師、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辯教練鍾可榮小姐、聖保羅書院辯論隊教練楊展康先生。自由辯論和結辯六個環節，發言時間為4、3、3、4，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自由辯論則為每方三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一叮響提示，夠鐘就有兩叮響提示，超時15秒就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俾咁多位嘅參賽學校，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我們屆時會暫停賽事，交給三位評判作出即時的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沒有問題？好，沒有的話，現在比賽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我先看台詞和計時事件。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醫療保障是建立一個社會的根基，市民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都托付於一眾醫護人員的手上。據香港醫學會的數字，在香港每1000個人當中有2個人就醫生，本來這個應該是一個很理想的數字。
但係由於香港本身嘅醫療系統存在公私營之分，兩者之間不均等嘅收入狀況、工作環境之不同，漸漸使到醫護選擇離開公營醫療系統。前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就提出公私營醫護比例失衡，單單就醫生為例，2017年僅有40%嘅醫生喺公營醫療系統就任，但佢哋所面對嘅係高達九成嘅住院病人情況，不容樂觀。今日要審視辯題，必先要理解醫護人手短缺，從來都唔係新鮮事。多年嚟，無數政策討論研究，例如提高醫護嘅待遇、引入海外嘅醫生，甚至增加學額。15年內，醫生學額增加超過1倍，4年內增加護士學額近20%，通通無助於解決問題。可見醫護短缺嘅問題，並非源自於人手供應不足，而係公營醫院無法有效率留低醫護員工。因此，今日行動辯論準則就在於強制醫護專科畢業之後喺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係咪可以解決到人手短缺問題？而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一、治標治本，打破惡性循環。公立醫院醫護流失最直接嘅原因就係在於工作環境欠佳、工時長、壓力大，令到唔少嘅醫護都選擇轉投呢個私營系統。醫管局東聯港前總監陸志聰就表示，喺公立醫院行醫，因為環境所限，冇充裕嘅時間去照顧病人，令到醫護民生退意。而正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所指，醫護流失之後，工作就由剩餘嘅人手攤分，工作壓力更大，留低嘅人更加辛苦，但係咁就導致更加多人嘅離職，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有規定服務年期，一方面可以解決到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人手，令到公營醫療系統嘅工作環境得以改善，打破惡性循環，長遠令到醫護願意留低喺公營醫院。第二，增加人手，提升服務質素。據團結香港基金所指，香港醫生嘅數字嚴重不足，遠遠落於其他發達地區。醫生護士協會主席李國麟亦指出，根據國際標準，護士同病人嘅比例應該1:6，但現時公營醫院中嘅比例卻高達1:12。人手嘅短缺亦都反映喺服務質素上面。近年嚟，醫療事故越趨增，甚至有醫護被告上法庭。大成員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活躍顧問歐傑成所指，公立醫院工作環境裏頭，醫護忙中有錯，喺制度向他們予以不善。誠然，醫護有其職業操守，但係佢哋係受環境所限，點解唔可以由制度入手呢？今日強制服務年期，增加人手，令到醫護有時間更悉心去照顧病患，對每個受害者都百利而無一害。基於以上論點，我方嘗試參考新加坡嘅做法，方案仲有三：一、要求醫護專科生喺入學之前就簽署協議，承諾畢業之後就本地公營醫療系統服務；第二，綁定年限同本科課程年期相同，如果你成為本科醫生，就要喺執照生效之後先至開始計算；三、維持一切嘅實習培訓機制，但所有嘅牌照都改成臨時牌照，待服務年期之後過咗之後先會正式生效。根據新加坡政府嘅數字，方案有效令到醫護留喺公營醫療系統，而相比起以往嘅比例失衡，到2017年約近2/3嘅醫生留喺公營醫院立行醫，反映問題得到解決。最後，新聞有方現時前線醫護工作壓力大，唔得加人手，點去解決呢？多謝各位。現在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計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有方話醫護人手唔增加嘅話，點樣解決到人手不足嘅問題？我哋提出幾個方法。第一就可以增加員工福利，增加人工；第二可以減少工時，可以同私立醫院形成更加好嘅競爭。都通通嘅辯題非常簡單，我哋主要要問3個問題。第一，本地醫護專科係咪每一科都需要一樣嘅人手咧？頭先有方淨係舉出咗公立醫院整體嘅人手嘅數字，科內中每個專科嘅情況各有不同。其實根據醫管局嘅資料，喺2022-2023年，香港最缺人手嘅3個專科分別係急症科、麻醉科同埋放射科。其中急症科嘅醫生流失係19.9%，
而香港最完結人生嘅三個專科係骨科、兒科同埋神經外科，當中神經外科嘅醫生流失率只得3.9%。由此可見，香港各個醫護專科嘅人手需求相差可以接近3倍。而且各個專科嘅報收率人數本身已經有差異，所以某啲專科會多啲人，某啲會少啲。如果所有嘅畢業生都一定要留低喺公立醫院做，係冇辦法針對到人手短缺嘅問題作出處理嘅。小流失嘅專科依然會人手過剩，而高流失嘅專科依然會繼續流失人手。所以專科嘅需求唔同，要針對專科提出解決方法，而強制所有畢業生留喺公立醫院係冇辦法做到呢點嘅。第二個問題，父母一定年期真係需要父母幾耐咧？頭先有官老提及過強制父母幾多年先夠，其實係咪應該先睇清楚現實情況再作決定咧？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林蕭智都話，以前大部分嘅畢業醫科生已經會留喺公營醫療機構服務6年以上，咁有關總商你服務多幾多年咧？而且根據醫管局翻2020年嘅數據，平均每個病人得到診治嘅時間係超過2年，跟住達到輪候時間少於半年呢個目標，就已經預咗710個醫生。有方同學覺得本地醫科畢業生要喺公立醫院服務多幾多年先可以達啲咧？有方連呢個具體方案都冇，又點樣可話到俾大家知係強制措施足以解決到人手不足嘅問題咧？最後到第三個問題，我哋有咩其實強制市民去特定嘅地方做指定嘅職業咧？一個地方唔做一樣嘢，係咪都可以強制市民去提供咧？如果醫護人手短缺，都可以強制醫護專科生喺公立醫院服務。咁教育局喺上年11月都公布咗教師嘅流失率接近10%，人手都好不足，係咪可以強制要求所有教育文憑嘅畢業生一定要做老師咧？政府剝奪咗市民選擇職業嘅自由，難怪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嘅問卷調查都顯示，接近六成嘅醫護人員反對設立強制服務年期。按有關嘅邏輯，政策應該令到執業嘅醫護人員工作輕鬆咗。咁你點解要反對咧？而且醫護專科生完全開冇強制服務年期國家讀醫，反而會導致醫護人員更加稀缺。根據最新公布嘅2023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喺排名入邊得到第13名，可以入到去一定都係香港嘅尖子，有唔少選擇。如果強制佢喺公立醫院服務，咁佢哋選擇去海外升學又點算咧？到時為咗防止太多醫護專科生去海外讀書，唔通又要規定所有達成讀醫標準嘅學生留喺香港讀書咩？總括而言，各個專科嘅人手需求都唔同，唔應該話一處理，執行上都好難去定到合適嘅年期，而且強制手段仲係適得其反，變態唔應該成立。多謝各位。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嘅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嘅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提供注意，填寫公辯分子的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現在有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選擇反方其中一位辯員作反方主辯。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想問有方同學，你可唔可以同我詳細講下你科學嘅細節點樣提高福利，點樣令到佢哋嘅工時壓力減低咧？就係可以增加到工資，或者增加員工福利，增加到好似私營。增加幾多？根據我嘅資料，政府醫生可以每月大概攞到7萬至12萬嘅人工，而私營醫療。但係等陣先，有冇同學今日清唔清楚今日醫護最想要嘅咩？佢哋係想要福利，係咪代表增加咗福利就等於佢哋會繼續去？做醫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又點樣減少佢哋工時嘅問題咧？減少工時嘅問題就增加人手，增加人手嘅方法有好多種，可以增加人工，增加員工福利。增加員工福利，啱啱咪同你講咗唔可行咯？點樣去減少工時啊？你增加人手，但係同時公營醫院嘅人真係對住全香港90%嘅病人，有可能點樣做到增加人手咧？增加人手，我哋講咗好多次，就增加工資，因為。你有冇同我點樣確保增加嘅工資就代表啲人係會去做醫生咧？
醫生選擇去私營醫療機構的原因，就是競爭力比較低。咁有可能你要用幾多成本、用幾多時間才可以令到公營醫院的醫生工資同埋私營醫院的工資係可以平衡嘅咧？呢個我哋冇辦法確定，但係我哋堅信，只要一直增加工資。有可能你話堅信，但係即係話你確實做唔到啦。可唔可以再同我講下點樣可以做到，令到佢哋一定留低？但係而家我哋要個實質嘅方法去令到佢哋留低。實質嘅方法，其實講到尾一個，其實講到尾今日有科同學都係唔明白，點樣先可以令到所有醫科生繼續留低喺公營醫院服務，增加人手。而今日我方嘅方案就更加能夠達到呢個需求，強制佢哋留低4至6年嘅時間，先至可以長遠咁樣解決問題。因為今日有科同學唔理解嘅係，公營醫院嘅醫生面對住嘅問題係工時長、壓力大啊嘛。咁點解佢哋唔係解決咗工時長、壓力大嘅問題，就等於有更多人手呢？正方供電時間到，而家輪到反方供電，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電員，請你選擇正方嘅其中一位電員嚟得出。正方電員。反方供電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想問有方同學，你啱啱嘅有嗰個電庫同我哋講話啊，其實只需要服務4至5年鐘咁㗎啦，但係其實我哋開點解已經？講過，而家平均嘅人手喺公立醫院服務6年，但係仲係有人手短缺問題，請問你點樣解決？楊科同學，你今日答唔出我嘅問題，究竟點解呢個措施可以解決到人手流失、人手短缺嘅問題咧？楊科同學係咪唔記得咗今日嘅題目所謂嘅強制留低，就係令到呢啲醫科生可以強制留低喺本地嗰度。但係我嘅問題係問你，而家你哋義父同我哋講話，只要強制留低，畢業生喺東大邊嘅服務4至6年就足夠。但係我哋開面已經明確同你哋講咗，服務6年以上都仲係人手短缺，你點樣解釋？每一屆透過呢個政策，每一屆都會有唔同新嘅醫科生可以加入公營醫院。但係而家嘅人手短缺嘅問題嘅原因係因為人手流失啊！你而家同我哋講，只需要係咁強制畢業生，咁樣咪越嚟越多人走。但係你有冇諗過人手流失嘅問題咧？我再重複一次，不斷強制就會不斷有新嘅人加入。就算有流失，我哋都可以利用咧下一屆嘅醫科生去填補空缺。咁我想問，有冇可以列出呢個平均每屆嘅一個畢業生咧？有冇呢個數據？如果你答唔出，你真係話你哋根本就冇可能確保到新入嚟嘅人手可以填補到流失嘅人手啦，係唔係？喺呢個假設每一年咧，4至6年之後咧，嗰啲人都走曬先。四至六年之後，人就唔翻。決定留喺供電時間已到，供電時間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去準備好程序嘅事宜。主席評判團嘅各位大家好啊！我原來咧聽完有科同學嘅發言咧，我發現咧佢提出話咩增加福利同減少工時喎，但佢從來冇諗過問題嘅重心在於點樣去確保人手啊，減少工時又唔增加人手，今日有科同學可以點樣做到呢？原來人手嘅流失好多時都係因為公司型比例失衡。同埋佢哋嘅工作壓力大而導致嘅，我哋今日嘅正方方案就係希望可以雙重刺激，打破惡性循環喎。原來有方同學提到話提高待遇啊，佢話咩工作環境差、待遇差嗰啲，其實壓力大。佢咧亦都冇同我哋計到話提高福利係要提高到幾多，啲同事嘅咩係要點樣俾成本有幾多啊？另外咧有方同學咧又提及話咩唔同科目佢嘅專科嗰個需求係唔同啦。佢話咩急症科嗰啲咧，永遠都會缺人手。原來有科同學咧係完全無視呢樣嘢，佢當醫學院嘅畢業生咧係唔會去急症室做嘢，佢淨係當話本身已經人手過剩嘅地方，人只會越嚟越多，而本身唔夠人嘅科目會越嚟越少。其實有科同學係搞錯咗㗎，因為如果喺啲少人嘅科目入邊，
增加人手已經有成效咧，有方同學點都好過係繼續缺人，所以點解有方同學係講唔通噶？另外咧，有方同學提到話咧，點可以逼我哋嘅醫科畢業生去強制服務咧？原來佢哋係可以去做選擇嘅喎。當我哋香港嘅醫護人手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請問強制服務佢哋係點嘅？點解佢哋強制為香港嘅醫療市場服務係唔可以嘅咧？另外咧，有方同學咧，今日咧就揾咗老師出嚟做舉例，佢提到話咧，老師如果原來老師都係流失嘅，但係請問係點樣可以比較呢？老師係咪同醫生一樣，要九個嘅病人先得一個醫生咧？如果老師嘅情況工作力根本上就唔係咁嘅話，咁請問點解可以比較到呢？如果反方今日真係，如果有方同學真係有能力論證到今日老師嘅離職潮同埋佢嘅工作壓力係同醫生同醫護人員一樣大嘅話，我方係唔會介意強制佢哋留低㗎。原來咧，所以因為有方同學咧講到尾，佢係冇理解到我哋今日政立辯題嘅原因。我哋今日政立辯題嘅重心就係希望可以雙重自激，去保證每年都有新嘅醫科畢業生流入去公營嘅醫療市場，即使係四至六年都好，佢哋一樣係令到嗰個市場面每一屆都係有四至六年噶。呢樣嘢係點樣都為我哋香港嘅醫療人手提供咗新嘅持續供應啊！另外咧，有方同學咧亦都係唔了解到香港而家嘅醫療市場係有幾咁缺人手，佢真係始終係咁樣喺度話咩加福利啊，又點樣加福利，跟住又點樣同公司去比較，原來佢再得講唔通，所以因為有方同學可以點樣用更加好嘅方案咧，攞住個位。跟住又請反方上一副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開始計時。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咁頭先有方咧就話外國有好多好多嘅醫生，咁香港同國際去比較嘅話，香港就有好少，好唔夠人手啦。咁其實同外國比較咧，呢個係唔夾嘅，因為兩個地方嘅情況係唔同噶啦。咁我哋嘅目標係應該要針對香港嘅病人去平均要輪候時間，但係而家咧淨係講緊需要想佢哋去輪候半年以內嘅時間，咁簡單嘅一個目標，我哋香港都仲爭710個人，咁點解呢個措施嘅成效又係有用嘅咧？係會好大嘅咧？咁我方開面咧就係提出咗三大嘅討論重點啦，咁而家我哋嚟睇下有方同學點樣回應嘅啦。首先咧，本地嘅醫護專科佢各自面對咩人手流失嘅原因咧？咁一個強制嘅手段係咪可以處理得到咧？有方同學話係啊，係可以處理到曬，但係我哋嘅主辯部入面都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醫護專科嘅流失係需求係可以相差三倍㗎，咁你哋都話係一樣，而且啊，流失嘅原因都係唔同㗎，壓力、工時、薪酬呢啲強制嘅措施係點樣去針對到呢啲問題咧？第二啦，服務一定唔停，即係需要係服務幾耐咧，先可以解決到醫護人手流失嘅問題咧。有方就話係4到6年，咁但係而家畢業生佢已經可以去公立醫院做服務，平均係6年以上噶。咁想問有方同學啦，你哋點樣覺得強制4至6年係有用嘅咧？而家嘅情況又同強制咗之後會有咩分別咧？最後我哋都係想問，我哋係咪真係有權可以去強制市民去特定嘅地方做指定嘅職業呢？有方都係話有㗎，咁其他職業係咪都係可以咁樣做呢？有好多相類嘅職業㗎，譬如話係消防員同埋飛行服務隊呢一啲啦，咁其實都係改善唔到啲薪酬待遇，加多啲工作量俾佢哋嘅話，係咪就可以強制佢哋留低呢？咁依照有方同佢嘅邏輯嗰陣時。如果呢啲職業都係唔夠人，我咪強制咯。咁有方同學，你哋係咪有冇諗過咧？點解啲醫護專科生普遍會唔想做某一啲工作咧？譬如話係急症科同埋外科啦，導致呢一啲專科出現人手短缺嘅問題係乜嘢咧？其實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啲專科佢哋工作量好大啊嘛，待遇又差，連好多醫生都好難負荷得到。香港急症醫學會又指出咗，過去一年嘅急症科嘅求診人數係好急升嘅，
由每個月嘅18萬至到21萬。咁香港急症科醫學院院長何遠輝都話啦，香港一個急症科21年診治約5000個求診人次啊，所以咧前線醫護嘅壓力係增加啦。好多醫生咧都因為呢啲工作量太大，跟住離開咗工作室。係，多謝各位。有正科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開始。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辯位置，然後發現今日有方同學全部見到藍色嘅帽子嘛。首先我哋由公辯一開始做主辯，到一副都係咁問有方同學，到底要增加幾多福利？點樣減少佢哋嘅工時？佢都仲未俾一個實質嘅方案我哋。增加幾多錢冇講過，福利增加啲咩福利都冇講過喎。佢都冇講過話政府嘅醫療開支做唔做到，方案都講清楚俾我哋聽，咁又點樣同我哋論證咧？仲有嘅係有方同學根本冇論證過，點解我哋嘅方案唔得？我哋去同你解釋咗咯，但有方同學都係唔聽喎。其實今日嘅關鍵係要搞清楚問題嘅主因，就係工時長、壓力大先係問題嘅主因啊嘛。有方嘅一副都識講啦，但係薪金同埋福利只係身外物嚟嘅啫。工聯會屬會香港醫療著業總工會表示啦，有90%嘅受訪者咧都係覺得所屬部門人數不足，更有40%係因為呢個原因而考慮辭職。講到尾，其實根本今日主要嘅問題就係工時長、壓力大，而今日我哋係要解決呢個問題。而總括有方所講嘅收費，其實今日有方都一個驚念，擔心好多人同樣嘅選擇唔做。首先今日有方同學話擔心點樣強制佢哋係一個。點樣可一定可以強制佢哋有需要呢？我答你有需要，因為咁樣先可以令到更多人去留低啊嘛，令到每年都可以多咗人去做填補呢啲漏洞啊嘛。咁有方同學又同你提出話咩？消防員啊、老師啊，咩壓力都好大啦。但係等陣先，根本上係冇可比性，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嘅係公私營失衡啊嘛。有方同學都識講，都承認咗啦。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去解決呢個問題呢？有方同學其實今日漠視醫護嘅需求，唔俾佢哋去減少工時長假呢個問題，又係咪真係等於有道德呢個地位可以談到咧？提升咗醫療質素之後，就救得一個病人多一個病人，咁點解有方同學要擔心強制呢個問題咧？第二啦，今日有方同學驚醫護人員，今日有方同學驚呢個方案冇成效，但係等陣先，點解冇成效？佢話我哋唔可以同。新加坡比較話無可比性喎，但係有乜嘢方面嘅唔同呢？香港點解唔可以去參考外國嘅例子？我哋見到新加坡有成效，而家公營醫院服務嘅醫生已經有66%啦。咁點解香港做就等於一定失敗呢？佢仲同我哋有方面都識得講係零壓力啦。咁點解我哋今日唔可以長遠咁樣解決問題呢？其實維基本部今日最大嘅問題都係公司長壓力大。而今日有方同學所講嘅增加福利，根本係冇辦法解決資源錯配、人手不均嘅問題，解決唔到公營醫院醫生人數一直不足嘅問題。而其實好簡單，今日可以用一個教育制度改革嘅例子嚟做類比。而家進行咗小班教學之後，老師由1:40變1:30，再變1:20，減輕佢哋工作負擔，長遠解決惡性循環嘅話，係咪可以等於醫治到根源嘅問題咧？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你哋所講嘅方案係點樣可以解決問題咧？正方第二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10秒，控告時無需扣分。跟住又請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簡介先。準備好。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頭先同我哋講，因為佢哋工時長，工作量多嘛，即係咪冇乜人會走入去公營醫院做，所以你哋有方同學就話要強制咯。但係你哋有冇諗過，你實行咗強制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啲人已經知道咗去公營醫院做，其實工作量好大，咁點解佢哋仲會去讀醫咧？就算佢哋真係會想讀醫，佢哋有冇你哋有冇諗過佢哋會去海外升學，咁樣就可以免除咗呢個政策咧？咁如果你哋係真係想佢留低喎，你哋係咪要強制佢哋一定要喺海，一定要喺香港度讀醫啊，而唔可以去外國升學咧？
你哋頭先同我哋講，又可以留低曬啲筆業生，咁我哋咪可以填補到嗰個空缺咯。但有方同學有冇諗過，我哋缺人咧就唔一定要強制噶喎，我哋應該對症下藥。依家點解缺人？咪就係你哋就好似你所講，工作量啊、人工差嘅問題啊嘛。咁我哋點樣解決咧？其實咧係可以用呢個買人幫啲市民買人壽保險。咁買咗人壽保險之後，咪可以去私營醫院度做咯。咁咪未必一定要去公營醫院度咯。所以其實我哋依家根本，依家政府根本就將呢個成本推咗落我哋醫生度，要剝奪佢嘅自由嚟成全大家。咁其實我方係見到仲有可能手段做嘅，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強制佢哋去做。你哋頭先同我哋講話論點，你哋嗰個點係治標治本，但係其實根本唔得，因為我哋見到真係你哋強制佢哋去做，咁佢哋咪可能唔會去讀醫咯。就算佢哋真係，佢都係可能會去海外升學。再講，醫生喺被強制嘅情況下，係好難對病人做到百分百嘅用心嘅。面對工作量大、待遇又差嘅工作，佢哋都會越嚟越攰，越嚟越冇心機啫嘛。咁樣反而只不過係會害咗啲病人啫嘛。根據世界人權宣言，每人都有權自由選擇自己想做嘅職業，亦即係工作權。每個人都有去做佢嘅自由，所以唔好話強制要求佢哋喺公立醫院做一定年期。就算政府強制醫護畢業生做翻醫護人員呢個行業，都係唔應該。現代嘅政府竟然仲會強制市民接受特定條件做指定職業，例子就係北韓嘅運動員如果輸咗比賽就會受到懲罰。例如一個喺1990年北京亞運游泳決賽輸咗嘅北韓選手，賽後佢竟然俾人送去咗煤礦工廠，直至佢後嚟退北先揭發事件。專門關注北韓事務嘅新聞網站 NK News 分析員特爾泰斯基觀察過去幾十年嘅現象，都表示再係咁落去，北韓國家運動員只會越嚟越少。正係因為北韓強制運動員喺輸咗之後要做某啲工作，例如掘煤，所以會減少咗做運動員嘅人，適得其反，對應翻變強。如果政府強制醫科畢業生畢業後喺公立醫院做，反而會令到讀醫嘅人減少，就算繼續讀醫嘅都有機會去外國讀醫或者直接移民。點解有方同學覺得一個職業只要唔夠人，政府就有權強制所屬嘅專科生去做所屬嘅職業咧？你哋又點樣保證政府日後唔強制第二種職業嘅人喺公營機構服務呢？政府幾時先有權限制？政府幾時先有權對世界人權宣言所講嘅工作權加以限制呢？政方必須講清楚當中嘅界線點樣嚟定。多謝各位。再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嘅剩餘時間。該方可以自由派出人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咧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在場人士有發現有辯員係未發言，可以即時提出。如果屬實嘅話，辯員所屬一方將會俾每位評判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正式開始。請先由正方派出一位辯員。請問你有可能話點樣論證強制完你就代表會少咗人讀醫咧？因為佢哋已經知道咗，佢哋一定要喺高度做，咁佢咪冇咗選擇咯？咁佢哋仲點解會繼續醫咧？佢哋都明白到公營醫院係咁辛苦，但係你依家仲要強制佢哋做？我反而想問翻有方同學，你覺得資深嘅醫生流失，點樣去用呢啲畢業生嚟去彌補咧？資深醫生點樣可以同呢個畢業生嚟比較咧？資深嘅醫生都係要，所有資深醫生都係不停後不斷經過培訓先至成為資深嘅醫生㗎啦。咁而家咪俾多啲機會佢哋去服務咯。想有方同學嚟答翻我。點解等於冇人讀？而家新加坡咧近嚟咧，佢啲唔同嘅地方做到，點解香港做唔到？點解而家佢哋嘅前景會好咗，但係就等於冇人讀醫咧？你啱啱同你講話啊，你咁樣做咧，只能夠畢業生佢哋職經換嘅喎，但係點解一隻喺公營醫院嘅職經換？你哋係咪唔記得香港嘅一隻叫做私營
增加人手去減少你工作量，減少壓力咯。其次，你之前又話到咩經啊，資深醫生會走，我哋而家係基層醫生都唔足夠嘅，方同學，咁我哋可以點樣增加人手啊？你唔係講咗因為資深嘅醫生會走啊嘛？咁你呢啲畢業生根本就唔可以定係呢啲資深走曬，你依家淨係俾啲畢業生入去做，咁啲資深醫生又走曬，咁啲資深醫生都要經過一輪時間噶嘛？你淨係輸入一啲畢業生入去就冇用噶喎。咁你啲畢業生咧，邊個培訓先可以成為資深醫生噶嘛？自由方同學呢一方面講唔講佢都唔緊要啦。我再最後追問一次自由方同學，點解而家佢哋強制完之後，前景會變得更好，減低咗工時啦，減低咗壓力啦，點解都會冇人讀咧？其實有冇諗過佢哋想讀醫唔一定係想喺公營醫療機構做醫生啊？你咁樣剝奪咗佢哋嘅工作選擇權，咁人哋咪唔想喺度讀咯？仲有我哋唔係答唔到啊嚇？邊個畢業生喺公營醫療機構要累積經驗要乜嘢啊？咪就係要資深嗰啲醫生去帶佢哋，咁資深嗰啲醫生咪就會提升工作量咧？你咁樣係咪仲差咗先？哇！咁樣講同我哋而家即係等於同我哋講，而家公營醫院冇曬資深醫生啦，唔係啊嘛，公營醫院都有資深醫生去帶佢哋噶嘛。有可能在有小人才呢方面都講唔過去啦，其實因為今日有科只係擔心冇人會讀，但係都冇進正過咯。又問下有科同學啦，你想幫你增加福利啊？如果係你要多啲人讀咧，咁增加福利可能讀係因為公私營醫療咁多醫生去，係因為工資又多，員工福利又多，咁所以先會更加多醫生去讀佢。你而家都冇可能多咗個私營醫生㗎，你又冇計過成本，又冇計過實質嘅效果。請問你點樣保證私營醫院？我哋公營醫院就可以將上私營醫院嘅醫生供應啦。我哋冇咁嘅機遇追上，反而我哋想問下有方同學啦，因為我哋根據一個資料顯示，依家有個訪問啦，佢哋講咗，依家啲資深醫生有七成嘅資深醫生話喺呢一年內一定會離開公營醫院。咁你哋點樣可以用呢啲畢業生嚟填補咧？得嗰320名啫喎。咩科有方同學可以講清楚？你哋應該繼續等佢答嗰陣時，係啊，因為係要繼續計佢嘅時間。咁喺正頭先嗰度再計，即係扣，再繼續扣嗰啲時間。係，翻返頭先定義無當定義。係。你哋用新加坡人做例子，嗱，新加坡同香港就係兩個
正方仲有11秒，你哋可以自由派出個議員發言。講到尾，因為有科同學都係冇同過我哋講點解香港一定做唔到，佢哋淨係得擔心，擔心呢個科外有好多人權嘅問題啊、成效嘅問題啊，啲人唔想讀啊，但係呢啲都。正方嘅發言時間已經用盡，自由辯論環節結束。是否發現有在場的辯員發言？想問下對面的主辯和結辯有沒有說過？他們好像是沒有說過，沒有說過。結辯有過，主辯肯定沒有。是，你們。沒有說過。正方是否有說過？沒有說過。因為要結束了。首先回答了阿方，他們說你主辯，你們有主辯有沒有說過什麼事？我哋即係正方主辯冇講嘅，咁法正方你哋對法方之外辯員係有爭議。咁即係話正主同正辯係冇講嘢嘅，而家係確認咗嘅。咁咧，因為頭先講過咧，就應該係每位嗰個辯員嘅所得一方會俾每位評判扣五分，咁應該係主辯應該係扣十分先啱評判，係咪有問題？會進入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而家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而家先請反方結辯總結，你有四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最後嘅示意。可以。主席、觀眾各位大家好，當見面呢個位，我哋唔難發現今次用議題同辯論隊就係非常相似嘅。醫護專科就係辯論隊嘅位置，嚟急症科係一副，精神科係二副，普通科就開辯，骨科咧就係結辯。醫護學校就係辯論隊嘅恆常訓練，每個星期都有一次。嗱，以我哋辯論隊為例啊，我就好似醫護人員流失嘅情況咁樣，我哋辯論隊都有一段時間係唔夠人嘅。例如咧，一副過嘅咗，又係好多人覺得太麻煩啦，成日都有咁嘅職場反駁，又或者結辯咧都成日有我話啊呢、這個位要寫咁多稿，我都係唔去打啦。好啦，但係而家正正就係我哋學校辯論隊咧就需要打場網超聯嘅喎，但係咧一副結辯嘅位都係唔夠嘅喎，咁應該點樣做啊？咁當然係。鼓勵我哋啲隊員去試下參加出去打比賽啦，而唔會係無啦啦喺個隊入邊揀兩揀出嚟，跟住同佢哋講話，你哋就係打國超聯啦，你哋一副你哋見啦，咁樣根本就係行唔通嘅。而家呢一個強制方案正正就係做緊，啱啱就冇咗一樣嘢，你哋咁樣逼人出去打比賽，人哋打唔打得好都係其次嘅，人哋肯唔肯去打啊？你有冇理過人哋嘅感受？完全係冇嘅。啱啱有個同學同我哋講話，哎呀，呢個強制措施咧係可以肯定咁樣解決咗人手危機呢個問題嘅。但有個同學就搞錯咗一個重點啦。而家醫護人員點解短缺係因為一直每年都有人喺度流失，你哋唔去解決點解醫護人員流失，而係咁每年喺度傻下咁啱喺度捉啲人入嚟咁樣，醫護有用啊？好啦，我當你而家好啦，人手係比平時多啦，但係質素點樣啊？因為資深嘅人員喺度流失，而你哋係捉啲新人入嚟，咁樣嘅話，啲新人嘅質素同普通資深醫生嗰啲有冇得比較啊？係冇得比較㗎。亦即係話病人嘅福祉咧，其實反而會比平時更加下降嘅。仲有我有個同學其實一開始同你講過話，啊個病人福祉咧，其實係社會一部分，我哋係為咗社會一部分服務。但係有冇諗過，醫生係社會一部分，醫
係為社會付出更多嘅父母付出更多，但係點解有方同學會覺得啊，我哋女仔平衡更加好啦，而唔係雙方平衡咧？而家有方係將所有嘅資源全部擺曬病人入邊，完全忽視醫生嘅利益。我哋已經講過咧，有超過六成嘅醫生咧對住時都反對呢個強制措施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忽視咗呢個醫生利益咧？有方同學唔係講話，個新加坡做到我哋香港唔得啊！但係如果你睇翻兩新加坡同香港兩個城市嚟嘅，你冇同你講過佢有乜嘢新設，同你講話嚇比較咯，新加坡得啊嘛，香港咪得咯？點解啊？香港嘅情況新加坡比較有啲咩相同？唔講，淨係香港問我哋，你有乜嘢方案可以同我哋比較？但係其實今次嘅辯論唔係要我哋去拎一個方案出嚟同你哋比較，而係我哋要論證。你呢個方法都本質就係行通，而你哋肯同你講話，你哋每一個方案俾我一個好望，我呢個強制加固嘅人就嚟嘅喎，根本就係事實錯，你本身就係唔應該叫我哋攞一個方案出嚟，你係咁同我講話，你哋答唔出嘅方案更加好啊嘛，啊你哋答唔出喎，咁所以強制更加好啦，但係你有冇諗過強制本身就係唔好咧？係啊，我哋淨係用佢講話，哦，如果係要吸引多啲人去咧，就嚟應該要提升待遇啊，提升福利啊。但係你就係同佢講話唔得喎，你提升幾多啊？講啦咁樣，根本咧就係想逼我哋去講一個確切數字，但係本身根本就冇行講得通嘅。我已經同佢講過啦，點解而家啲畢業生咧會更加想去私營醫療機構嗰度住咧？就係因為人哋工作量低啦，人哋工時低咯。咁所以我哋咪應該慢慢將公營醫療機構嘅福利待遇靠近呢個私營醫療機構咯。仲有最後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而家有班同學同你講話，畢業生服務市場點喺公營醫療機構，咁但係究竟有冇諗過私營醫療機構其實唔請唔到人嘅咧？人哋私營醫療機構係咪醫療機構啊？你都唔理佢嘅利益，所以變成呢個成立嘅內。晚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9秒，過時無需發言。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問係時二。準備好。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你嘅比賽進行最後，不妨俾我總結一下反方所提出嘅幾個建議及佢哋提出嘅方案。第一，佢哋對我哋方案有所誤解。我哋方案入邊咧，包含住幾多持份者，本身佢留低嚟會受到呢個政策任何影響嘅。本身會移民嘅人亦都唔係今次政策所需要防衞目標。有人流失到海外，並唔係香港醫療嘅問題，可能係香港整體嘅問題，但絕對唔係醫療系統嘅錯。本身想要離開嘅人咧，長遠嚟講，如果咧佢哋喺整體環境得到改善之後咧，點解唔會更加可以留低喺度咧？有方同學咧，我哋不斷講咧，如果你解決咧人手嘅問題咧。要增加福利、增加薪酬、增加至去到私營醫院嘅水平，但係咧佢哋冇講過究竟係要用幾多錢，政府管唔管得到等等一系列細節問題。有冇成效咧？我方已經追問咗幾次，亦都冇答得到嘅。而今日我方睇得更加準確，醫護核心需求在於公市場壓力大，呢個係得到反方同我同意嘅。而我哋提出嘅方案咧，亦都係強制咧醫科生喺留喺香港喺度。咁樣咧都係停止咗流失嘅，多咗人就多咗人，遲咗流失就遲咗流失。醫護流失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公司型人手分配不均，先至會有壓力嘅懸殊。有冇同學今日證明唔到加薪福利點樣令到佢哋邊緣嘅留下資源，亦都冇辦法解決到每個人手平均需要承受嘅工作壓力。多咗人先會分擔更加多嘅工作，壓力先會減少，工時先至會減少。我方提出嘅方案可以直接解決醫護高工時嘅問題，亦都可以改善到環境，從而吸引更加多全新醫科嘅人可以加入公營行業。有方同學係成場比賽處於無端端短線狀態，佢哋建基於擔心，建基於懷疑，香港點解做唔到新加坡要做嘅事情？我方又問過香港同新加坡邊度不可比咧？有方同學有冇回答得到咧？有方同學咧不斷喺度講緊咧，有幾多醫護可能對呢個持有反對嘅態度，但係咧。佢哋睇得太遠，成效係唔可以睇一朝一夕，要睇佢長遠影響。越多咗人咧，就可以打破因為人手不足壓力太大而累積嘅呢個惡性循環。每一年可以帶嚟穩定嘅人
手，佢哋除咗會繼續留低之外，仲會因為惡性循環得到打破而工作，可以工作得開心，喺輕鬆嘅環境繼續工作，為香港服務。香港醫療系統一直係有多方面嘅問題，多年以嚟辯論場都有就住各種醫療政策進行同埋探討，但可惜嘅係政府一直瞻前顧後，進退失據。同樣係昔日嘅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喺醫療改革之後咧，漸漸走出了困境，醫療系統問題得到解決，但香港一直原地踏步，停滯不前。去到今日再唔推路嘅時候咧，係時候要大刀闊斧撥亂反正，為血流不止嘅香港醫療系統止血。正如我剛開面所指，一個健全嘅醫療系統係社會穩定繁榮嘅基石。當市民嘅健康得到保障，先至可以同人同事為香港開到新篇。多謝各位。比賽正式告一段落，請大家等稍等啦。第一題評判，最佳辯論員係需要額外評分，每位評判係需要喺分了八位辯論員當中選出表現較突出嘅三位，再俾一個分數。最佳嘅填30分，次佳一位填20分，其他一位填10分，其餘五位同學咧就請填寫啦。咁咧，而家就先請評判作評語啦。首先有請匯資中學李敬權老師作出表現。想到咩就講咩啦。咁正方嚟講咧，我可能會講兩邊，一邊長啲，短啲都係啦，都可能。即係好似我上一場都係講正方講咗90% 時間，唔代表我俾佢低分。係啦，咁總之我諗到乜講乜啫，唔需要太擔心嘅。正方落眼呢一條辯題咧，睇落去就好似正方係會幾唔著數嘅，即係逢親強迫人哋要做一啲嘢都係先天上好似唔理到㗎啦，咁所以正方要做嘅咧就係你一定要將嗰個嘅，或者你其實捉到一半，我覺得就係個惡性循環。你越啲人，你越唔留人，你越唔留人，啲人就越走，啲人越走就剩翻嗰啲人都越想走，咁去到最後就冇人㗎啦。咁呢個其實你係有嘗試想講，但係我認就係如果你今日你想即係作為正方，你又睇落好似你要逼人哋做，因為你要逼人做一樣嘢，先上係劣勢嘅，始終喺呢方面。所以你一定要將呢樣嘢渲染得，唔係渲染啦，渲染好似講到唔係事實咁樣。將嗰個唔做呢樣嘢會發生乜嘢事，好清楚，但係好清楚同埋好嚴重地話俾人知。呢一樣嘢做得唔夠，例如而家專科，同埋咧就係雙方基本上係唔理專科，即係唔理專科畢業四個字㗎啦，係完全唔理，即係唔理其實係咩狀態咁滯㗎啦，即係專科嚟嘛。咁所以其實真係分開少專科嚟講，其實佢一開始好似想分下分下都唔分。咁啊，例如急症，你哋應該講嘅可能就係急症科，例如急症科走咗超過，即係過去一年有一成，就係過去一年已經走咗一成。然之後，所以原本得十個人做嘢嘅，得翻九個，然之後就要其他嘅人去攤分。嗰、那個流失率再繼續落去，會導致到你明知道嗰度好辛苦，所以你喺專科嘅時候你唔會揀佢，你揀咗兒科，你揀咗佢之後先講嗰啲科，其實一樣會導致到反科所有。其實一樣會導致到反方出現嘅問題，就係啲人一開科揀專科，已經唔揀佢嗰啲好即係急症室科啊咁嗰啲。其實到最後大家提出嚟嘅問題都係會都係可能會發生嘅，係啦。咁所以係啦，呢方面啦，同埋你當你急症室啲人啊，真係你唔強制啦，啲人進一步流失啦，去到最後冇人肯做啦，咁會點咧？就係啲人。就係嗰啲你入咗急症室嘅時候冇人救，咁會導致咩？就人病傷亡，病人會得唔到應有嘅照顧啊。我哋正方嘅話，咪再渲染多啲咯，即係好似之前嗰排，你係咪想搞到有一日再見到嗰個疫情第五波嘅時候嗰個情況，嗰啲人要扛曬出嚟冇人救啊？
你唔留，你唔留就係會咁樣，因為你唔留，啲人就會不斷留走。然之後，即係你係要不斷去將嗰、那個你，因為你強迫人哋做嘅嘢嘛，所以你嗰、那個你嗰個道德高地一定要企得好穩，一定要企得好強，要有好足夠強先能說服到人去限制啲人嘅自由。唔做唔得，唔做大家都死，因為。唔係真，即大家都可以可能做病人，大家都可能入急症室啊！大家去到即都可能係會去啊，即係去到需要睇嗰啲政府嗰啲流失量好高嘅轉科，你不斷要講呢成場，應該係攞好多時間不斷去講呢啲啊，不斷去講呢啲嘢。你去說服我哋俾即係你說服我哋係喎，真係就算幾差都好，都你唔做，你唔強迫嘅話，個情況係再差喎咁樣。係啦，依方面做得唔係好，係啦，依方面做得唔好㗎。咁仲有一啲技術上問題啦，例如公辯嘅時候咧問嘅問題，公辯嘅時候唔好咁樣問，唔好咁樣好大範圍咁樣問你你個細節係點樣啊？因為你問，咁佢答㗎啦，即係我係反方，你咁樣問問題咧，我兩分鐘答曬，我用兩分鐘答你細節㗎。咁跟住你又問我，跟住你梗係唔會咁噶嘛，你梗係斬斷我噶嘛，我係反方，我就會答咯。喂，你又要我講細節，我要講細節，咁細節就咩？陳教授講咧，你又唔俾我講細節，咁你想點啫？係啦，咁所以唔好咁樣去問細節，你直頭係可能抽細節入面嘅一啲嘢佢。其實你有啲人都做到嘅，即係例如，我有方台你又加人工嘛，加幾多？香港香港公共醫療開始夠唔夠？係咪要800億加1000億？答咯，係啊，斷即係咁將個問題嘅範圍收到好窄，佢就唔可以。用好即係就只能夠好短，即係只能夠好短咁樣答你。同埋佢如果好長咁樣答你，你就有道理去斬斷人哋個回答，再翻返去你度。咁呢個就係即係技巧上面要知道，因為當面嘅時間佢答幾長都係消耗時間嘅。所以俾人工嗰方永恆一定會做嘅做法就係、是、照計永恆一定做嘅做法就係、是、每一個答案可以用兩分鐘，即係可以用兩秒鐘答嘅，佢都同你答20分鐘嘅。咁所以要記啊，所以要記住，因為佢答係消你時間，你質問到你嘅台，係啦咁樣啦。然後就係嗰啲方案，我就冇聽過新加坡過嘅。咁聽落去好似，即係聽落去好似都有一啲嘅意思嘅。咁當然啦，後面就附辯唔係好跟到啦，即係唔係好講到啦。但係有啲回應係都OK 嘅。但係有啲回應 OK 嘅，例如即係增加，即係好似義父咁樣執翻人哋話，咁你話要加福利，咁即係要加幾多咧？係啦，咁呢個就都好嘅。咁至於反方嗰方面，前場我想俾嘅意見就係、是，嗰啲嘅即係例如加反方案嗰度即係一係你就真係好似你結辯咁樣，其實我哋唔使講反方案。咁係邏輯上係唔使講反方案嘅，但係呢條辯題就係、是、如果人哋講到我唔強制會死嘅話咧，而你唔講反方案，又講唔到，即係就除非你講到，一係你就講到反方案，一係你就講到反效果。如果唔係嘅話咧，人哋又將個道德高地講到好高嘅時候咧，就變成好能夠說服到啲人俾，即係呢樣嘢都真係要做。咁所以邏輯上係唔使講反方案嘅，但實際上就有時為咗說服人都要講下反方案嘅。咁所以你之前咧就要諗一諗啦，究竟你係想點咧？你係想將嗰個兵你想將個兵力集中喺講嗰個反方案度啦，定係即係去從而講到唔使做呢樣嘢都解決到問題啊？定因為係講話做咗仲衰啊？咁呢個就你哋要諗一諗啦，就唔好去到即係。你前面係咁喺度講加人工啊、減工時啊，去自由辯，即係去自由辯論嘅時候，打到尾段都仲出嚟講緊啊。咁跟住你去到結辯出嚟，即係反高潮咁樣，跟住話其實反方案其實我唔使提，雖然我用好多時間提嘅，但係咁我心入面就會諗，你想即係你前面又係咁多時間打反方案，跟住你係咪去到結辯話我知咧？其實我前面攞好多時間講嘅嘢都係冇乜需要。咁。唔會扣好多分嘅，我扣咗少少論點連貫嗰個分嘅啫，係啊，咁下次記住，我欣賞你個 style 啊，我欣賞你個 freestyle 出嚟咁樣，我覺得好吸引嘅，邊緣啊應該咁樣嘅，不過下次就估下前面三個位嘅感受，係啦，咁就會更加好啦。
咁啊，係啦，又即係啲詞語啊，即係啲傻傻下咁樣咧。平常責任就 OK 嘅，出到嚟打比賽就最好唔好。同埋係啦，前文後理，如果唔係前文後理，如果唔誒、如果有加少少甩咳咧，搞到啲評判覺得你係人身攻擊緊對手咧，就唔係幾好啦。所以呢啲要小心，係啦，呢啲要小心嘅。同埋個例子要諗嘅。咁因為如果我係正方結辯出嚟就係講，咁就你嗰隊唔夠一副，你嗰隊唔夠結辯都無啊，即係你嗰隊唔夠一副唔夠結辯，然之後你轉啲新人出嚟，咁新人都而家就係話俾你知，嗰啲新人打死都唔肯打一副同埋結辯啊，咁點啊？係咪出賽啊？咁佢唯有谷，即係唯有點都夾兩個上去打住先頂咗一場下場再算㗎啦。我係正方結辯咁樣答案嚟做俾你個例子，仲要唔得好咧？咁所以諗例子要係啊，諗例子要小心。不過我再重申嘅就係、是，總好過唔諗例子。你係啦，所以係 O K 嘅。我係即係出到嚟，我覺得個例子要改善啫。但係提例子本身係 O K 嘅，係好嘅，係值得欣賞嘅。係啦，咁呢個我哋呢個要記住啦。咁跟住最後就係、是、大家翻去睇賽規啦。係啊，都。係一路去到後面我就一路心入面都死啦！你要再揾兩個人嚟講嘢喎，點算咧？咁然之後就係有啲嘢又係嘅，又係好似冇乜合作咁樣，所以突然之間有個人，可能有個人準備咗啲嘢，但其他人不知嘅。咁前面嗰幾個就唔講㗎啦，佢個自由辯論話第二啲位突然之間爆出嚟啦。例如資深醫生嗰啲嘅啊，資深醫生嗰啲嘢應該要早啲質啦。又或者一啲嘅技術上問題啦，例如根據一個資料咁，即係乜嘢資料啫？咁你要唔緊要喎？我頭先嗰場都係咁，你就算嗰個資料來源唔係好強，或者係嚟自一份報紙都 OK 嘅，總好過你完全話俾我知點嚟，因為你有根，即係起碼都有根據你證明嗰樣嘢唔係作第一、第二，或一定你提完話。你唔提嗰個資料嘅來源，人哋一定問你噶嘛。人事自由辯論，我答唔到你，最簡單就係問翻你嘅資料喺邊度，跟住坐低裏面慢慢揾個資料來源。一定係即係嗰個技術上，人哋一定咁做嘅，所以唔好俾對手啲咁嘅機會。咁你咁樣問完，你真係 dead air 咗，咁就幾好。啊，咁啊，呢啲都係技術上嘅問題啦，有啲啊，即係同埋喺即係大家組織上嘅問題，應該打邊啲位啊？即係如果你話係啲人係會。如果你主打啲人係會離開嘅，係會離開第二度讀書嘅，揾相關資料咯，有個權威啊嘛，你都即係你有睇，其實打即係去到而家打完好多人都揾香港零一資料㗎啦，香港零一嗰啲報道入面有個提過啊嘛，有個權威提過啲人係會去海外升學㗎嘛，係啦，咁你問我哋睇下點樣攞嗰啲嚟講咯，集中時間嗰度我哋係啦，咁啊，好啦，但暫時咁樣先啦，好，唔該曬。我有保留的一個諗法，是因為
係亦都有同樣嘅待遇啊。咁所以我唔係幾歡喜你講到所有嘅醫生就好似即係 private sector 嘅可能係全因為錢。然後第二樣嘢係你講強制呢個東西啊，即係我覺得去到一個位置，你已經係 reject 緊所有嘅強制嘅行為咯，即係政府嘅干預強制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即係你有講話，我唔知點解我聽到呢個論點啦。你有講話，其實我哋都要 care 下啲私人嘅私人醫院。我冇聽錯，我唔肯定話冇聽錯。但係我覺得你既然有企喺一個人嘅角度，都嚟講強制，但係咁點解去到最尾你又好似變翻去講錢呢樣嘢啊？咁同埋我都覺得係即係其實今日打呢啲自由啊，或者呢啲有能力。規限一個人嘅權利呢樣嘢係好聽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喺而家呢個社會呢樣嘢係咪即係仲係咪可行，或者當你去到一個社會一啲社會議題嘅層次嘅時候，係咪單純講一句你冇權力強誒你冇權力強制我，或者冇權力控制我 limit 我嘅自由或者權選擇嘅權利啦？咁就可以大個，我又覺得唔完全係啦，甚至乎即係我又覺得我 appreciate 你去 po 世人傳宣言嗰啲東西啦，但係我又覺得當一個地方嘅即係特別係醫療呢個行業啦，即係佢咁需要人，或者佢係講緊佢 po 緊嘅係咁多生命嘅時候，今日係咪單純一句話其實你係可以控制人嘅選擇，啲人就可以咁樣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決定你要打自由嘅話，就應該即係打自由權呢樣東西嘅話，就應該再深入啲去講，而唔係單純鋪世界權宣言就講話人係可以嘅選擇，自由唔可以控制。我覺得你要稱喺乜嘢情況底下，一個自由係應該控制咧，政府係有權力控制，而喺乜嘢情況底下呢個自由係應該被保護。香港而家呢個。是屬於後者，即係需要被保護，咁樣仲未嚴重到需要政府出手去干預呢樣東西。而我覺得呢樣嘢係我一開始有期望聽，但係未有聽到。跟住第三樣嘢係最尾就係兒童嗰個輪椅站嘅東西啦。可能我自己係我個人，我覺得係好，我覺得係幾 bias 嘅。我個人就覺得反方就算。
邀請埋幾場嘅評判啦。咁我評語分兩部分，第一個就係我會點樣判準呢場比賽，即係睇嘅嗰個重點喺邊度。咁我就會先解釋咗點解會咁樣判準啦，同埋你哋即係場比賽咧喺我呢個判準度會點睇。第二咁我就因為前面咧評判都講咗比較多，咁我可能就一啲技術上嘅細節。可能係一啲時候嘅技巧啦，啲風度問題，我會講少少。咁首先講個判準先，其實我個判準咧就反而係即上一位，其實如果大家留心聽評判嘅評語，佢哋會聽到上一位評判佢會覺得反方一定要有反方案嘅咁樣。咁有啲評判可能覺得反方唔一定有反方案咁樣。咁我個判準嘅內邊，我反而會睇正方，你作為正方，你冇要求反方喺某啲位置俾到壓力佢。咁樣咧，因為事實上反方可以係乜嘢反方都唔提出，或者好似佢主辯咁嘅反方案啊，第一增加福利，第二減低工時咁樣處理到。咁我會睇正方，你會將你個問題擺到幾重，從而反方有冇需要回應呢一個問題。喺即係以簡單嚟講，就係喺呢個辯論個鋪陳技巧上面，有冇將個問題或者個判斷鋪到好大，大到反方。足夠要正視呢個問題嘅，不過咧喺呢一場底下咧，我睇下判準，我覺得唔係太足夠，所以反方即使好輕咁樣講咗佢要做嘅幾隻大事咁樣，咁當然論證唔到啦，我承認。但係係咪對於反方一個好扣分嘅位置咧，我又好難俾我自己諗法睇，因為你係冇好清楚講明件事問題出咗喺邊度，反方係一定要救火㗎，冇咗呢種感覺。咁我諗呢個就係第一個評語部分想講嘅，就係正方可能喺即係呢個，所以我同而家位評判所講咧，描述個問題嚴重性真係唔足夠。個嚴重性只制度係點解我需要多啲醫生喺呢一個體系度繼續留低幫啲病人，唔幫會有啲咩問題？有冇見到唔幫反方你有咩解決方案？即係冇呢種壓力俾反方咧，就算我自己本身，你問我都覺得反方係一定有反方，甚至我都唔介意交流打反方，就成日都係用反方案。咁但係問題，我做評判，我就要睇你有冇開一個合理嘅框俾反方去解釋同交代呢樣嘢。如果冇咧，咁反方結辯當然可以好直接咁問我哋反方，咁當然唔會聽。但我又覺得不能完全怪佢呢一場底，係因為你冇乜俾壓力佢，我覺得。咁所以佢比較出咗一個純反打浪睇論點嘅 approach 去攻擊嘅，所以我判斷亦都會比較偏向落於你。反方能夠成功挑戰到正方嘅論點就算啦，呢個係我判斷，因為我覺得你要逼得反方太多，喺佢需要壓力嘅位置，反方嘅位置會逼得太多。好啦，咁去到第二個，我判斷就落咗去，你開出嚟嘅嘢係咪論點得到，或者反方係壓得到呢個位置咧？因為其實有幾點嘅，首先就係正方其實唔係好強調你嘅方案底下留到幾多人，留到幾多醫生嘅。咁或者嗰個甚至嘅，我覺得正方有少少話 sorry 啊，係有啲口號式，即係點解咧？就我覺得一副有少口號式理解嘅咩雙重刺激，然後解決問題。但係我覺得可能要深化你推論嘅時候，我比較建議，即係可能正方二副要論證一下，你呢個雙重刺激咗嘅後面有冇幫到啲乜嘢？即係放翻落一個醫院嘅 context， 我強迫咗醫生留低，咁佢可以實際上發生乜嘢作用？例如喺乜方同埋方，嗱幫咗一個醫生，咁佢可以比起以前點樣幫到成個局面？咁我覺得正方比較缺乏論證呢啲部分。咁我就唯有係憑你個方案個多著諗下 ，OK， 強制即係多著啲人，咁多咗啲人先幫到個問題啦。咁樣好啦，咁就係咁樣個 logic。咁因為我冇更加多嘅 stories 可以參考啦，喺你嘅例子當中。咁反方針對住呢個位置有幾多講法？頭先啱啱嗰一段會講咗一種嘅，就係、是、反方咧喺處面時已經喺所謂三個問題第一步講咗。專科流失嘅呢樣嘢，咁呢樣嘢我覺得頭先評判講得好啱，就係我唔知正方點樣 take 呢個 approach， 因為你其實冇喺主辯度講而家會流出嚟邊啲科，你係 in general 就話而家人手唔夠，咁但係我又唔知點解你會直接跳咗個反方拗邊啲科流失啊，邊啲科唔流失嘅問題，係即係其實我都 suppose 大家係就住專科去討論，咁但係正方唔係咁樣開啦，我理解你係。成個醫療體都唔夠啊！嗰個總之就係咁簡單嘅問題，唔夠人，跟住我強制啲人留低，咪解決問題咯。即係我正方係咁樣。咁你同唔同意反方開出嚟呢一個嘅講法咁？因為如果你唔同意，咁你要解釋我聽。其實咧，我哋唔係淨係專科邊一科多人啲，兒科多人啲，急症室唔夠人咁啊！我哋要 general 要增加人手。如果你咁樣嘅話，咁你直接係反映緊反方俾你一啲成效上嘅壓力。
但又唔係嘅，跳出個題板。呢、這個咧就會對於我對你嘅方案做咗幾多嘢有懷疑，因為如果你跳出個題板框架，咁就正如簡方所講，畢業生係前嗰兩層，定係好似啱啱即係畢業生係前嗰類專科醫生流出嘅嗰一層啦，定係好似啱啱條片咁樣講，你個方案 number two 即係第二個執照生效之後先再起計，呢一個方案真係我哋處理。專科醫生流失嘅呢個問題，即係你講嘅係乜嘢執照咧？係佢啱啱讀完 Medics 實習六年之後嘅嗰個執照，定係佢專科已經生效嘅嗰執照？我唔係好知你講緊乜嘢。所以由於你冇講清楚原因，我就對於你嘅成效有懷疑，即係你係咪真係幫到成件事？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你會用新加坡個例子去做證，咁我覺得呢個位咧，你係贏嘅。我覺得係，即係我會俾咗傾向咗正方面，因為新加坡同香港就咁去諗咧。無論人口定係嗰個醫療壓力，我都覺得係相似嘅，即係呢個係我咁樣聽法。咁正方又講個數字，好似又多咗人，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幫到你得證部分嘅東西。咁當然即係雙方就累唔累睇到佢壓力。咁我想講少少嘅，你話你個例子累記得到，同埋你個例子累記唔到，咁你要講到邊啲地方相似，或者邊啲地方唔相似，搞到佢能夠或者唔能夠累記得到。譬如話，正方如果你要證明你新加坡呢個例子 work， 咁你話俾我聽，佢個醫療壓力啊，可能高，新加坡都係面對公營私營失衡嘅問題，咁你要俾佐證，例如公營幾多醫生人手面對幾多個病，私營幾多，同香港情況接近，人口又接近嘅時候，咁所以佢行呢一個方案，強制醫生會留低有成效，咁所以香港都有成效，就係咁樣啦。反方你調翻轉頭，喂，咁兩個城市唔同啊嘛，咁有咩道理？咁下一個叫香港嘅新加坡，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唔係淨係就個名唔同，就所以話佢不能類比。咁佢唔能類比嘅地方係乜嘢？會唔會係因為其實佢新加坡嘅情況冇香港咁 worse， 公司型冇咁失衡，定係其實新加坡需要睇醫生嘅人冇咁多，定係新加坡嘅人口老化速度冇香港咁多，所以冇咁多老人家去醫院？即係乜嘢因素導致你覺得兩者唔同？咁我聽唔到，所以大家可能用咗比較多數冇方法，為類唔類比得到，類比到類比唔到，咁就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傾向我信嘅正方嘅呢個位置上，例如我講呢場。好，咁最後一個就係關於啲醫科生會走嘅呢個問題。我覺得呢個真係打到，即係反方就話啲人會走啦，正方就話有咩數據、有咩論證去支持。但我打到和對正方唔係咁有嘅，因為打到和意思咧就係、是、你冇激到佢，佢都冇激到你。咁但係我同時候都會覺得正方嘅成效有啲懷疑，因為我覺得啲人會唔會因為咁樣？留喺其他地方度讀書，因為覺得高年壓力太大咁嘅，所以我覺得頭先評判話啱，你可能正出嚟話醫生未必真係為咗錢，就算啲強制佢留低都好，其實醫生可能自己本身都 willing 去做呢件事嘅，願意去做呢件事，可能佢明白，咁所以要願意做。咁其實你可以講到其他嘢，喺強迫佢留低嘅同時，都可以做反方所講啲咩福利增加，嘗試去令佢即係安慰下佢，好過啲 whatever。咁其實一樣可以緩解到。即係對方對你嘅質，咁但係由於雙方就就住到底有冇成效壓咯，我都覺得打亂。所以 in general 呢個位咧，嗰啲醫生係幫到現成醫療體系幾多，即係你做強制身。咁樣計埋，我都係唔係太過清楚啊。即係你會用個新加坡嚟例子，但真係好 rough。擺翻落香港呢個 context， 覺得點樣幫到咧？我幾大困難。第二個戰場，我頭先評判有好多提及，咁我會想睇個技術細節，但我唯一要講嘅就係咧，反方真係小心啲出嗰啲咩老師啊，即係你出其他類型嗰啲例子嘅類型，因為我覺得正方一副完美地回應咗你，就基本上喺佢最後嗰部分。如果老師都面對公私營學校 ，OK， 公立學校或者直資學校呢啲咁嘅問題，失衡嘅問題等等，理論性冇咁無謂，咁我咪做咯，因為已經完全。嘅解答到你其他職業嘅問題，咁呢啲位置，即係我咧就俾人承諾，即係過咗。職業自由啦，唔講咗我唔再聽啦。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你哋可能要小心啲喺呢啲位置上。好啦，跟住我諗去到技術嘅細節上面要講少少啦。我覺得反方，我想講反方先嘅。首先睇第兩位附件嗰個連貫性嗰啲問題，即係一副咧，我聽到你個三條問題嘅一二，係啊。我係啱曬頭，唔知點解你第三係，尤其是嗰啲回流啊，即係唔係回流，即係去外國讀書啊啲人讀醫療嗰 part 係完全唔見咗。二副咧就 all in 嗰 part， 基本上有成兩分鐘係打到樣嘢，不斷都係 keep 放喺度。我覺得啲問題，因為而最奇怪係咩？就係反一你明明講咁多資深醫生流失啊，所以畢業生填唔到個頭，即係啲轉變一副又講到。
二副又好似冇乜點樣承接，但佢個自由變動先突然間有一條疏翻出嚟嘛。咁我覺得你呢個段係你講面，即係你講點上面，即係雖然大家都係 run 緊同一條主線，但係 picture 好完整，以至於我覺得你好似即係一副同二副打得兩個唔同嘅字，雖然都係同一條主線，同個地方冇乜承接，咁所以聽落咪有少少混，有啲拗頭。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要處理好啦。第二就係風度啦，我真係覺得有啲少少過火嘅，有啲自由變動，我覺得有啲拗頭真係即係太過粗啦。而他的粗底的結果就是你會講了一些說話，就會被對方抽情，即是你可能會話：，哎，我做一粒球球其其四年算啦咁樣。即是你粗底嘅時候，自然會講啲説話。咁但係你放翻我嘅辯題，咁人哋問我點解醫生會球球其其咧？即當人哋比較冷靜嘅時候，就冇乜好處。所以要提自己係，即就算係，即我唔知啊，我聽到即反方意見，我都可能會嘗試撳住你隊友啦。我覺得你相對冷靜啲嘅。咁所以係要控制一下嘅，如果唔係會好影響你個表達，我覺得即係你講嗰啲嘢唔準確。風度方面傻下傻下呢個問題，我覺得有少少人性攻擊嘅確實，即係你唔怪對手傻，即係我知道你唔係想話佢傻啦，但係你想話佢即係唔知做乜嘢，蠢蠢地就整留低一班醫生，有少少過咗分，太滑稽同成啦，我覺得。咁所以可能要即係過咗少少，即係我覺得呢個風格係可以 keep 嘅，係輕鬆嘅，而且係。即係係 OK 嘅，但係可能過咗少少喺用詞上個語氣上，咁要留意，即係技術上呢啲位置。正方就我覺得反而正方咧，你打字又用時候鋪太多難度，覺得有好多位置明明人哋問咗你，尤其是譬如佢問你兩字有咩類比，譬如正方一副同佢身，嗱答咩類比，我答咗你嗰啲問題先，咁我覺得呢啲位置就幾顯得人哋係 shift 得都幾明顯，咁可能要諗下應該點樣。同埋咧，都比較多套語，即係你又唔回應啦，你又唔承啦，你又即係，但事實上喺好多位置上，對方未必係唔回應，可能講啲講法你回應唔到，你就屈人哋咁啊，係咯，即係你唔得啦，即係你個方案做唔到啦，即係你點，我覺得比較太多呢啲位置，可能你要聽清楚反方問你嘅問題，再作出一啲嘅即係回應會合適啲，即係係啦，即係我覺得就有啲咁嘅位置，咁個別嘅位置我哋啱可以再講啦，咁。呢場比賽我即係我自己 overall 感覺，大家雖然講咗好多嘢，但係都其實可能好快可以概括到大家討論乜嘢，因為唔係咁深入啦，同埋可能中間有啲情緒宣泄啊、自由辯論呢啲位置、結辯呢啲位置，所以我係欣賞大家鬧交多少少嘅。咁但係呢樣嘢唔理想嘅，我覺得係應該就多啲內容上去作出回應。咁所以就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冷靜啲啦，咁亦都幫助你表達啦。咁從此後係啦，咁啊。就唔好嘥自己手上資料。資料我都想講 Mika， 大家用資料係比較少嘅，我覺得。係啊，即係口號同埋即係邏輯係比較多啲。咁我都知呢場資料未必係好多，咁但係可能睇下會唔會就住個別專科嘅情況啊等等，都可以整多啲例子嘅。咁呢個大概我評點就交翻俾你啦，多謝。唔該曬，現場有會有。而家會有我宣佈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今日嘅最佳辯論員為正方第二副辯論員。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為零票，反方得票為三票，勝出嘅學校係反方，正方會兩名學生恭喜曬。